我现在要向全世界宣布，结婚典礼开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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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郎新娘就位，就位就位，就过来了，就过来。范小林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庄丽妍先生为妻吗？哎呀，我愿意。你愿意娶范小林小姐为妻吗？愿不愿意啊？啊？枪毙犯人之前，是不是都先给他一顿大餐？我可以把它换成戒指吗？我傻对不对？今天不是圣诞节，也不是新年，这个他妈的非礼的日子，为什么？你不用说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不用说再去了，拜拜。Thank you.
点。年轻嘛，思想心智都不够成熟，等再过两年经验基础有了，心里也准备好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当年你的某是在想啥啊？生囝本来就是查某人的责任，那有什么心理准备啊？搁再讲哦，伊这么太少年了，不生哦，吃老哦，要生伊都生不出来。妻子不是先生的附属品，也不是生孩子的机器。你还搁在替伊讲话啊？人都在讲啦，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啦。我猜我咧周过，我甲你气三十年啦。结果呢，你即马规个心肝拢伫迄个查某呀，你敢有咧想这个老母哟？我实在真歹命。我可以忍受你妈的唠叨，我可以忍受她的跋扈，甚至无理取闹，可是她不可以侮辱我。我根本能原谅你，居然眼睁睁看着她这样对我，还没有半点骨气出来为我说一句公道话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跟你妈之间。根本不允许有第三者，我是跟你的，我决定退出，我决定退出。你来干什么？这是你最爱吃的鸭头。我的口味已经改了。哎，小心！不要叫我名字，我姓沈。如果我叫你沈小姐，你可以让我进去。不会的。只要一下叫就好。哎，雅欣，我要离开台北。雅欣拍咖啡还是这么好喝啊。龙龙，龙龙还是这么胖，装潢也没什么变嘛。你不会是来看改变装潢的？有什么事？我们之间一定要这么冷冰冰的吗？我本来就不想见你，还嫌你嫌弃。如果受不了我的态度，你可以走。我不是嫌你，只是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心里很难过。以前你多爱笑啊！你还记不记得那场熊猫表演？记得上演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心情去看表演，到处在找那个独特的笑声。说真的，我很想再听到那个笑声。我不要再说了。你来到底什么事？我妈可不可以来住几天？
陈雅贤、庄丽妍，我来这间厨师两个讲假话，有脸皮实在够厚，居然敢提出这样的要求。雅贤，这几天我的腿都快跑断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适合安顿我妈的地方，只有你这。你忘了你妈有多恨你？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可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我妈。可不可以看到过去的情分？情分？你们找什么？你难道忍心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流落街头吗？他会孤零零？我妈嘴上咋呼，其实她心里虚得很。我爸走得早，也许他认为如果不装作强悍一点，别人会欺负我们孤儿寡母。不过后来他强悍过了头，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亚贤，我不奢求你能够谅解这些，我愿意付房租啊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算了，对不起大娘。你就这样放弃不必？你妈真的没有地方住？可是我有几个条件。妈，我等啊。妈。什么代志？你不是讲外口的事你带不管事？嗯，我同个亚贤讲好啊，伊嘛同意讲你搬去伊遐住啦。你答应啊？系啊，哎，人袂歹吼。什么咧袂歹？这本来就是应该。妈，话袂使安尼讲啊，啊，厝是亚贤啊，不是我的。迄只不是老总。无啦。那我去帮你收拾行李啊。嗯。哎妈，你枕头怎么？枕头我要摸来去啊！这恁爸送我的哦，二十多年我都唔敢担你上，你还要搁叫我放在家吗？好啦好啦。请进。哎呦，妈，你龙龙你别给你。哟，哎呦，变这大只，龙龙，哎。我话先说在前面，我答应让你妈住进来，可是我不希望受到打扰。当然，这是我答应。你答应不算数了。我发现对某些人而言，光口头的耳提面命没有用。就算出面警告，也只能防君子，不能防小人。亚贤，我觉得实在没这个必要。我觉得有这个必要。丽妍，沈小姐说的没有错。沈小姐，谢谢你，你实在是好心肠。我们这样非亲非故的，
你肯收留我，让我不至于流落街头，你就大恩大德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。别客气，沈小姐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小心，我保证不打搅你，让你几乎忘了我的存在。啊，雅贤是做设计的，然后店内书房哈、哦，也工作室啊，他来这里，你千万不要给他动哈、哦。我没有被人叮当物件啦。啊，不过你莫白。你即嘛在讲啥？老，我不讲啥啦。我意思是哦，我们来人家家做客哦，一定要尊重主人的生活习惯，千万不要去影响到人家的隐私嘛。丽言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规规矩矩做一个好房客，啊，我绝对袂讲任何话，做任何代志，惹迄个查某无欢喜，啊，恁就好。嗯，那是安怎？啊，你们都无相信我。我是有点不敢相信。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你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相信啊？嗯，我不相信是，就你到昨天为止对雅贤态度还是……啊，你也知道，一个人他不会一夜之间改变那么大嘛。这样不像你的为人啊，我实在有点不放心。哎呦，你刚才你动在我遐过劲了，问唔对啦。较早吼，我有遐对伊个查某无解。你不能怪我啊！谁叫他把你害得这么惨啊？玛丽有不来啊！我跟雅贤当初分手不是他的错，而是……哎，你这么自己什么感情啊？啊，哦，不是他的错，啊，通通是我这个做妈妈的错。哎，你哪个起码更加威啊？他有什么好？不守妇道，娇生惯养啊！你看你，刚才才说要尊重他。转脸就又开始数落他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嘛？哎、欸，我丽言啊，你都知道妈妈的脾气哦。我是这个嘴巴哦，讲一讲哦，待会我就通通忘记了啦。哥再讲吼、哦，我即马是寄人篱下啦，啊，人在屋檐下哦，不得不低头哦。即句话意思我办啦。虽然哦，我对迄个查某是无啥满意啦，也毋过哦，看在这个房子的面子上哦，我会忍耐啦。你真正肯忍耐啊？哎呦，会啦会啦，你叫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安尼毋着好？嗯，啊无安尼啦。我在你爸爸的面前发誓，吼、哦。如果那个女人对我客客气气，啊，我也对她客客气气，安尼唔就好？好啦，希望你讲的拢真个。真个啦，真个，你做你放心。啊，今时间也无早，你好等去休困吼，我嘛较早休困吼。好。啊，明仔载来甲你看吼。啊好。较早休困啦。啊，豆豆行诶。哦，我来走。好好。为了这间厝，我绝对真。最近压力没那么重，所以就想找回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说真的，真的谢谢你收留我。你讲了很多次了，再多次也不能表达我心里对你的感情啊！这么严重，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哦。当然不得了啊！以前我妈这样对你，你居然可以不计前嫌的收留她。别把我说的这么伟大，我只不过是基于人道立场。今天别说是她，就算是一只猫一只狗，我也不忍心看着她无家可归啊！你笑什么啊？我不以为我说了什么笑话啊！我
我是希望你的中文造越来越棒了，居然可以拐着弯骂人。我骂谁？你把我妈比喻成猫狗，那是不是连我也骂了？那哪是骂，是恭维。猫狗有时候比人还可爱。哦，这么说我还得跟你说谢谢喽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我们要狗要猫？猫。你要猫？猫。那我就是老鼠喽。不要，要狗。猫。我觉得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想法，以前一直都很严肃，尤其你妈在你心目中简直神圣不可侵犯。别说我批评她，就连语气重了点也不可以。可现在，你居然敢拿她开玩笑，实在太叫我意外了。哎，没事，什么抱不起，还是没关心坏脑子。被雷打到了。雷？什么雷？当你说你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简直就像晴天霹雳。怎么样，这个雷够不够大？现在换你拐着弯骂我了。我不是骂你，我反而还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提醒我的话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这么懦弱，这么没情调。那个时候我在气头上，话说得重一点。不，你说得很对。我的问题根源就是出自于我妈。我一直像一只鸵鸟一样逃避问题，所以才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。我这次去台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脱离。只不过这么一来，我懂你。不要这么说，如果我真的可以帮你找到自我，这个忙我很乐意帮。何况你妈好像变了，变得太正常，她这变我反而有点担心。懂你的意思，我也跟他谈过，我这次离开对他的冲击也不小，所以他在心里也做了一些苦事。如果他的调试是正面的，那你这次还真走对了。能离开我妈当然好，可是离开你，我现在还没有心情听这些。好，我不说不说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你可以让我拍几张照吗？当年我遇见你，你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，可不可以让你拍几张照。你还记得？当时我回答说，你能保证拍出真实的我吗？你记得好清楚。当然，因为你的回答是独一无二的。多数人都希望把自己拍得漂亮一点，只有你要求像自己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哇，这个女孩好有自信。你错了，我不是有自信，我只是觉得应该对自己诚实而已。你知道你最美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你的真。先生，你保证可以拍得到真实的我吗？我保证。那就拍吧。脾气那么坏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个礼拜算错了几次账，得罪多少客人啊！你再这样下去，别说奖金拿不到了，我看你连工作都难保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失恋了？你少胡说。你
男朋友对我很好的。我走了，一千万句对不起也弥补不了我的歉意，但是我仍然恳求你的谅解，丽爷。看你的表情，一定不是好消息。不是，是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他向我求婚了。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他的幸福着想。老伴，你看着好了。
怎么样？不错。但是，佳明，你直说，你并不是很满意，对不对？你干什么啊，雅仙？林经理刚刚说不错，就是不错了嘛，对不对？不，对他来说，光是不错不够，要很好，很棒，棒极了才够，对吗？雅仙，我相信你的才华一定可以做出很棒棒极了的东西来的。怎么了？我是求好心切。我知道，我也是。再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保证能弄出很棒棒极的东西来。 OK， 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林佳明也真恶心哎，他居然敢退你的稿。他是客户，本来就有权做合理的要求。可是他跟你那么熟，大可以客气一点嘛。淑敏，难道你觉得我的真本事不够，于是开始放水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只是觉得他的要求也未免太严了一点吧。那才好，我喜欢挑战，越严的要求越能激发出我的灵感来。我有信心，一定能弄出令他心悦诚服的东西。沈小姐啊，哎，要不要吃一碗红豆汤？热的没？好吃哦。红豆汤。你怎么？哎，你不要误会哦，我这个是在巷口买的，我没有用你的厨房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么客气。哎呦，你不要跟我讲不客气的话啦，我跟你讲，住在这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啦。你房子给我住，你又不要收房租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我看这样好的啦，我帮你哦，这个打扫房子啦，吼，啊，洗衣服啦，还是煮饭啦。怎么敢？我意思是说你是长辈，我不敢麻烦您。哎呦，我闲着也是闲着啊。倒是你啦，我看你哦，一整天都关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是在忙什么东西啦？哦，没什么啦，就是设计的东西，很乏味的了。哦，我们到客厅去吃，好。好好好。你想来干名堂哦？你今晚上去哪里了呢？我回家把他给你弄来。你吃完了，我上去给他弄来就干了。沈小姐啊，哎，我们看连续剧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看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我喜欢。哦，是这样。太幸运了，哎，哎，既然大家的亲戚来，你还无事做，我无空，你到时候我就看不行了。听
姐哈、哦，哎，快坐下。我们大家三个人一直都有沉默的。你咋回啊？上几天才我看到这个年纪的，是你的合作。请问这里是不是？江林。哎，我朋友。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朋友，朋友，请进，进来吧。我还以为我找错地方了呢。怎么会呢？这位是我，哎，我是沈小姐的朋友的妈妈啦。对，庄某某，林家母。庄某某你好。林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常来这里啊？啊？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常常来这里玩啊？什么？跟平常一样吗？啊！我们有红豆汤啦，喝红豆汤好了，不要常常喝一样的啦。好，也好。我来对哈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。麻烦你了。不要客气的。怎么？什么时候多了本房客？还有，这些字条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他延伸租的房子。被同事收回去了，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我正好空着房间呢，所以沈小姐就收留我啦。哎，李先生啊，黄豆汤。好、啊，谢谢。李先生啊，沈小姐哦，实在是好心肠哦。她不但把这个房子借给我住哦，还不要收我的房租呢。哎呦，她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在世的活菩萨哦。庄某某，你太夸张了，我做的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啊，没什么啦。哎呦，话不能这么说啦！现在的人呢、啊，都向前看呢。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哦，哎呦，都不养自己的父母亲呢。那我跟他又非亲非故，他愿意这样对我，实在太了不起了。李先生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你每个礼拜都来？江明，你这么晚跑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啊，我是专程来看看那个 case 进行的怎么样。哦，怎么好偷懒了、啊？亲自跑来监工，怎么会呢？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话，我当初就不会找你了。可是我让你失望了。不是失望，而是我相信你可以更好啊。你不是也很有自信吗？当然，可是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我知道，我来我不是来催你的，而是我带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来，要给你做参考，看能不能更激发出你的灵感。真的，太棒了。我们到书房去谈。啊。我做了类似这样的 case。好，我看。这案子是。Just in time。这基本上它这个东西。I found you just in time。Before you came。我觉得应该多看一下，参考一下我这个资料。听规部听也无，啊电视又拢在骗人的。那我来做好吗？我还是觉得房子很合适。
可以啊，我不反对啊。比个性。真好，真好。屁事，真是没个性。他跟一个男人在书房里面，不知道在干什么嘞。